不修苦行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。如今大道普传，先走后修，在求道过程中，天命名师一指，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，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。我们得道以后，认识了真我，以真我为主宰，远离邪心妄念，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，无论待人处事，皆合于良知。百年之后，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，永享平安喜乐。四成圣成贤求道，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